然目前国内的面板大厂还是维持了第三季大尺寸面板的出货量，渴望跟第二季是持平的看法，但是呢，最近传出因为受到七月份、八月份出货低迷的影响，部分面板厂商从九月份开始已经悄悄的将产能稼动率调降到85%左右的水准。